景世子的美名，连我这边官之人都早有耳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来到越岐不过区区几日，就救了国主一命，还成了整个越岐的恩人。难怪父皇会在众多人选中选你出使啊！臣在帝都时就吕文三殿下刚毅英武，杀伐果断，盛名之下，果无虚事。 国师，在下敬您一杯。国师，在下有些事想向您请教，不知是否方便？请。 月琪了，还不是因为我要找你，不然我也不会碰到那个死托吧。有艳遇嘛？你的克星？我的克星只有你啊！少来！哎，我看这月琪公主八成是看上你了。切，我们家冉小王爷还是很有魅力的哦。 公主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赔礼啊！公主屈尊，这我可有点不明白呢。你懂的。我不懂。哎，你非得让我说的这么明白吗？好了，我当初是不知道你是天生四皇子，所以才把你错认这么。 是我的错，对不起了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？就算你不知道我是皇子，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我多么的风神超拔。你既然把我和毛贼相提并论，哎呀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那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有钱难买爷乐意，没有为什么，爷不乐意了。国师。 其实我知道，您本是天圣大理寺卿，当年慕容家的案件，您负责调查证据。只是慕容家被灭门之后，您就销声匿迹，隐姓埋名，到越岐当起了国师，对吧？这事儿你怎么知道？国师您放心，我不是来揭穿您的。只是有件事情，不知国师可否坦诚相告？慕容家到底为何被灭门？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 您应该最清楚，这件事情藏在我心中已经多年了。虽然说当年慕容家遭人陷害，其实并没有任何斩首的圣旨，说是满门抄斩，其实是遭人暗杀。我身为大理寺卿，一身清白，却要对慕容家做出以谋逆罪定论，这实在是对不住自己的良心，只好辞官离开。到今天提起，令人心生愧疚。 景世子，你和慕容家是什么关系？为何要打听这些？我是受朋友所托，想替慕容家翻案，找出幕后真正的元凶。景世子，你最好不要趟这趟浑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逝者已逝，不管对错，早已盖棺定论。这背后的真相。
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为何？国师还有未言尽之事，请但说无妨。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自古皇家争权夺位，最是残酷不堪。我只是不希望世子牵涉其中，就像这越齐起兵之事，哪是几个藩属国能惹得起的争端？国师这是何意？国师，国师，叶清染，四殿下，喂，有那么好看吗？当然好看，我好看他们好看。据我认真的观察，你比他们略逊色那么一点。你再说一遍，谁好看？公主殿下，不要理他，他可是我们天上出了名的瞎子。我看他瞎得不轻。就是就是。啊，对了，郡主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尹浅月，你叫我月姐姐就好了。月姐姐，欢迎你来月齐，这两天有机会的话，我带你在月齐好好逛逛。好啊好啊。公主殿下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啊？这个玉扳指是哪里来的？这个扳指呀，是我们月齐王室祖传下来的呀。嗯，那能不能卖？多少钱都可以，或者借来用一下也是可以的。这千金难买，怎么会借给别人呢？王子殿下，不好了，国师遇刺身亡。什么？诸位此番前来，竟遇如此凶险事情，本王实在有愧。王上切勿多心，国师遇害，岳齐痛失贤臣，我等也是痛心万分。这胆人也太大胆，竟敢在宫中宴会上动手。国师遇害时与景世子二人单独在殿外，似乎有什么未尽之言。国师正在向臣解释，这叛乱之事乃用心之人趁王上卧病，岳齐内部不稳时有意而为之，并非是岳齐对我天圣有不臣之心。既是如此，为何不当着我和清染的面直说？这不显得更有诚意？臣是陛下钦派使节，国师恐怕是觉得和我说乃是直达天听。仅仅是这些小事吗？是。国师一生为我岳齐殚精竭虑，此番故去，实属我岳齐之不幸啊。我们一行人在此逗留数日，也算是送走国师最后一程了。如今王上病体未愈，我们就不便再做叨扰了，就此向王上告别。就这么走了，不多留几日啊？四皇子来了后惹了不少麻烦，正如景世子所说，王上还需休养，且眼下诸事已了，本殿下将他们迎回营中也好。诸位此番前来，皆我岳齐之责，还望各位回京之后向天圣皇表明我的诚挚之心。父王放心，儿臣已经挑选了一些岳齐的礼物，劳烦三殿下带给天圣皇。我们岳齐与天圣只愿世代和平。请国主和王子放心，景世子一定会将好消息带往天圣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也不挽留各位了，还请景世子收下这个，当作你救了我父王的谢礼。举手之劳，此乃岳齐镇国之宝，在下不能收。我们岳齐人讲究的是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。景世子，你可别小瞧了这个鱼扳指，这可是我们拓跋家族祖上传下来的，我以前从不离身的。就是嘛，公主一番美意怎么能辜负呢？我替景世子谢过公主了。
看来你还真是有些本事，国师都还没来得及共处我们就。哼，若非如此，王子又怎会和我联手演出这场两国交战的戏码？国师的手下已经被我派人清得干干净净，不会给王子添麻烦的。好。 我没看错人，他日等你回到天圣打下皇位，我便在岳齐与你遥相呼应，吞并昭云等诸国，到时平分天下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<笑>残莲，还是你聪明，只有在三殿下军营等。 也不知道他俩现在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啊，回来了！恭迎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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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哥，你的兵还真是井然有序啊。在越齐驻扎的军营，代表着天圣朝的脸面，必定要整肃以待。 景世子，这次你治好了越齐国王的顽疾，也算是为我天圣和越齐的关系做了不小的贡献。三殿下过奖。对了，听说月儿在途中被蛇咬伤，是你救了他。小桃，你被蛇咬了，咬哪儿？让我看看。没事，我的好了。多谢你替我照顾他。这不过是臣的分内之事罢了。只是，郡主虽然是偷偷跟着我进来的，但万一有什么闪失。 臣还是难辞其咎。月儿，你是偷偷跟着他进来的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正大光明过来的，大摇大摆过来的。郡主当然是正大光明的过来的，你正大光明的进入我的队伍，又正大光明的夜宿我的营帐，果真是坦坦荡荡。我好像伤口还是有点疼，我先回去了。月儿，要不，我让军医再为你诊治一下吧。殿下，请放心。 臣已经把郡主伤口中的蛇毒吸了出来，如此看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竟然……医者不分男女，难道错在我不把郡主当成女人看待了？你……好了好了，月齐天气真的挺冷的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月儿，就算蛇毒好了，失忆也不是小事，得治好了才行。我觉得想不起来挺好的。月儿，就是啊，只要小丫头现在过得开心。 失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。这些都是他爱吃的，想必一会儿他一定会喜欢。 三殿下，小姐说她累了，想早些休息，就不过来了。是。主子，主子，吃药。 慢点，主子，你体内寒毒未驱，又为郡主吸取蛇毒，你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主子，你说这云郡主真的跟三殿下感情更好？ 我还是觉得云郡主对主子更看重一些。主子，你慢点。难道我又说错什么了？ 月儿，
三殿下。去哪儿了？我就随便走了走。沈月找回来就是了，啊！说身体不适不宜饮酒吗？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贪杯啊？哎，干嘛？好酒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喝吧。嗯，你都喝光了。秦世子，什么时候酒量见长啊？哎，你看，
月齐的星空真美啊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星星了，而且还离我们这么近，好像伸手就可以抓到一样。越是美好的东西就越喜欢，你真的伸手去抓，往往什么都抓不到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星星很大很大，我们在星星的眼里微若尘埃。可是，即便我们是这么卑微的生命，即便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时空，可还是有一天可以坐在同一片土地上，看着同一片天空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浪漫啊？嗯，老天爷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，什么时候会离开，但仍然感谢你让我来到这里，经历这一切。虽然只是梦，但依然很美好。希望我可以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到现实里。毕竟梦再美，也终究需要醒来的。哎呀，你可真够沉的！哎呀，啊，你说你啊，又不能喝酒，还非得逞强，啊，把自己喝成这样。哎呦，冷。好冷！哎呀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还非要喝酒，早点休息吧。别走！休息吧。郡主。啊，你家公子喝多了，我照顾。啊，哦。这个人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又不是这里的人，迟早有一天要回去的。难道我这是要异地恋吗？神呐，救救我吧！小姐，嗯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正好我有事要问你呢。你们家小姐的秘密你应该都清楚吧？嗯，她跟那个三殿下真的是青梅竹马。嗯。三殿下对我们家小姐一往情深，我们家小姐也是深爱着他，他们两个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可是你不是我们家小姐，你肯定想不起来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跟他说我不是他找的那个人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他深情款款的对我诉相思之情，我一身鸡皮疙瘩。哎，你说我栖居在别人的身体里，还要拒绝人家的情郎，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啊。三殿下在边关这些年，我家小姐不知道给他写了多少封信呢。可是现在小姐不是小姐，啊，三殿下也真是可怜。哎，我也觉得可怜，有情人不能在一起。哎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宝贝了，等我集齐三个宝贝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到时候你们家小姐应该就回来了。小姐，你还是别想那么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
不行，就算我要走，我也要想办法治好你的寒冬。不知道这月琪有没有什么可以治寒毒的好办法？世子，听说月琪王病愈，为其诊治的正是天圣的景世子。如今景世子和云郡主一行人已经到了天圣三皇子的军营中，要将云郡主迎回吗？原来高手是他呀！小桃，救我！哎，小桃，我警告你啊，快把那破绳子收起来，要不然我一把火烧死他们！你敢？你要是敢烧，我再把你抓去坐牢，你信不信？你仗着是你自己地盘欺负人是吧？哪有人非要拽着别人去的？怎么样啊？我就是要拽着你陪我。公主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这个是我们月琪的蛊虫，要是被它咬一口的话，就会尸骨无存的。啊！你这个黑心的公主，你非要弄死我不可吗？我说公主，你好歹也是千金之躯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养羊养老虎啊，豹子啊，拉出来溜溜也威风啊，你干嘛养虫子啊？挺吓人的。这个是我的心肝宝贝啊，再说了，我让他陪我去花卉走一走，让他体验一下我们月琪的风土人情，他偏说不去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什么花卉啊，无聊死了，我才不去呢。哎你哎，这样吧，拖把公主，他不去我陪你去。玉姐姐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来找我玩玩，我老在宫中闷着都快无聊死了。好啊。这个是什么花啊？这个是骆驼刺，它平时可以食用或者用温水煮，晒干之后啊，它的刺花呢还可以治疗腹泻和腹痛呢。这么厉害啊？那这个呢？这个叫做罗布麻，在我们月琪称为仙草。仙草有什么功效吗？它可以安神助眠、平喘止咳、活血养颜，不说百病吧，数十种病还是可以治的。这样子啊，之前早就听说月琪随便一种药材都可以治病，看来是真的。那是自然啦。啊，那公主殿下，在你们月琪有没有什么药草是可以治疗寒疾的？寒疾？我以前在一本医书上看到过，有一种叫做冰焰花的，对治疗寒疾极其有效。真的？嗯。那上哪里能找到这种花？可是这种花非常罕见，而且它对生长环境要求极其高，必须生长在极寒之地的峭壁之上，少有存活。长这么大，我也只听一个老苗医说，之前寻药的时候在伊林雪山的峭壁上看到过。真的？哎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还会有吗？哎呀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吧，你就陪我去嘛。哎，那个雪山在什么地方？那个离这里好远呢。以前怎么样？快到了吗？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哎，小心小心。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没看清楚，我再看一次。哎，月姐姐，你看到没？红色的那朵花，就那朵。我看到了。哎，眼镜，快把绳子给我。不是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想下去拿冰叶花吧？当然了，我来都来了，肯定要把它带走啊。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下去。叶倩，我要这个冰叶花，主要是为了要救一个朋友的命。是有多重要啊？能有你的命重要啊？当然，都重要。哎呀，快点帮帮我啦。好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下去了。你小心点。放心吧。慢点爬，慢点，慢点。
为夫当然是来寻娘子的了。你不会是个变态狂，故意跟踪我吧？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想来娘子这几日就如同我思念你一般，日日想着我。月姐姐，月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乱世子，你认识他？南梁世子何时娶了世子妃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也就近几日的事情。我怎么听说你曾经看上了你爹南梁王的小妾，非要把人家娶回去不可？你爹呢就把小妾许配了给你，结果你连洞房花烛夜都没过，你就把人家给休了。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？世子啊，游戏花丛粉红无数，恐怕这些陈年往事啊早就忘了。那陈年往事就不提了，那肯定是我喝醉了酒说胡话。公主，切莫相信，切莫相信啊！娶了人家就把人家给休了，肯定人品也不怎么样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公主难道不知道吗？那肯定中间是有误会，我今天来是把这个小丫头带走，之后的事情我再慢慢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你跟我解释做什么呀？那我……哎呦，世子殿下怎么脸红了？我哪有？既然你是一国世子，那家里的宝贝肯定不少，干嘛跟我抢着救人花呢？我看啊，就不用跟你客气了，你呀，好自为之吧。走。嗯。世子，您真的舍得他就这么走了吗？不急这一时，反正迟早还会再见的。月姐姐，你确定这些都是药材吗？我怎么看起来跟大杂烩一样啊？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炼制方法？这可是我们现代，我跟一个医仙学的。哎呀，幸好啊，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读过几篇《本草纲目》，听过吗？嗯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你们这时候还没有。上面写的什么来着？辅以桂枝、麻黄、乌头、附子、羌活、独活、细心。哎，细心在哪儿？快帮我找一下啊！众爱卿，可还有事要奏？启禀陛下，据三殿下边关奏报，越齐王叛乱一事已然查清。哦，启禀陛下，臣也收到了景世子的奏报。那这区区越齐小国，是何居心呢？据奏报称，越齐藩属小国趁机作乱，是为破坏越齐与我天盛的邦交，从而坐收渔翁之利。越齐王为此非常恼火，称没有及时发现事态，所以让事情发展至今。这么说，这越齐之主是为了蝇头小利而被人利用？陛下，可景世子说，在此之前有人用重金收买越齐王，让其发动战事，三个月内便可收兵。这也实在是蹊跷，难道他们还敢一直挑衅我朝？越齐王据我天圣威仪，在奏折中称愿以三年三倍俸禄供奉我朝，求陛下原谅。陛下，看来这次还真多亏了三殿下，不然的话，轻则两国互生嫌隙，重则那可是要兵戈相向，生灵涂炭呢。这三殿下镇守边关多年，战功赫赫，恪尽职守，又岂只是为了维护两国邦交，守边境之安定？陛下舐犊情深，这些事情早就看在眼里。陛下，现在我朝正是用人之际，萧妃也独居冷宫多年，
臣斗胆谏言，看在三殿下多年为我天圣立下汗马功劳，请求陛下召三殿下回朝。陛下，三殿下远离朝堂七载，现在即便是回京，也很难为陛下分忧解难。就是因为三殿下离京太久，所以才要尽早召回，以此来熟悉朝中的事务。传朕诏令，赵老三回来。领旨。公主一直拉着我的马缰，不累吗？我说你就不能多留两天吗？怎么，公主新晋是又丢了什么金项链呢，还是银手镯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马上就要回天圣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放开马缰。不放。放开。不放。你去准备一下，随时出发。是。鞭子，拿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驱寒伞，是用月旗极寒之地的冰岩花制成的，再加上我的独门一方，保证对你这老顽疾有奇效。不用了，我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医者，连我自己都治不好自己，更何况是你。哇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嘛，一山还比一山高啊。再说了，我为了这个药，哎，反正呢你必须得收下。这个冰岩花不仅能在极寒峭壁上生活，而且啊还能长盛不衰，养得好比你活得还久呢。这药我收下了，既然是你亲自做的，我自然是要吃的，总不能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吧。它比任何药草都珍贵。知道就好。月儿。三殿下，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虽说备了马车，但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极少吃这种苦，若有什么缺的，我马上命人给你备齐。不用了，我自在惯了，不必特别优待。这里不比天圣，路上风沙大，来，多穿点。去。不必了。小丫头，上马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。四弟不必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叶先生，你别走。月姐姐，你们要是走了，以后还会回月琪吗？当然会了。公主要是有时间，也可以来天圣找我们玩。真的？在了，在了被你抓吗？还是被你放虫子咬？这个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。公主，后会无期。啊，什么后会无期啊，我不准你走，现在就留下来。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原谅我。我那都是逗你的，也有这么小肚鸡肠吗？我不管，你就是要给我留下来吗？四殿下，你看人公主这么有诚意，我看你不如就留下来吧。嗯。留下来干嘛呀？留下来做我的驸马。又来。小丫头，三哥，我先走了啊！叶先生。